谢谢法新社。据报道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十月来中国，并出席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。请问中方能否证实一下普京的访问？谢谢。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今年举行，中方正就此同“一带一路”合作伙伴保持沟通，我们将适时发布相关消息。